米啊，对，小偷已经抓住了，啊，啊，对，您放心，都绑起来了。哎呀，这玩意这么结实吗？这得拿刀拉，这哪有刀啊？啊，您放心，一会儿我们就把他送到派出所去。没时间了，抓紧吧。都起来，我会铁头功。呀，哎，哎呦，我说这三位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干嘛呢，在这儿？没干嘛，没事。哎呀，请我们吃水果就给个臭的呀？不是不是，这个是榴莲，就这个味儿，快帮他拿下来吧。哎哎，这磕开了，没事吧？我俩没事，我练过。这个榴莲我们这儿一筐呢，一会儿愿意吃都带走。哎，我说你们三个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们仨保安。对。保安，保安，保平安，进来，进来！哎呀，太帅了，真给我们保安兄弟争脸啊！太棒了！哎呀，那个主要是今天我们休息，要不然也赶不上这事儿。太好了，师傅，一会儿有记者来采访你们，知道吗？啊，还采访啊？哎，我跟您说啊。我们见义勇为可不是为了采访，这话不用对，不是这个采访不是采访你们个人，主要是把你们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传递出去啊！哎呀，你看你他一说能上电视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呢。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哎，你们没上过电视啊？没有啊？你上过吗？啊，我也没有。你看这，哎呀，这采访到底都干嘛呀？我认为这采访是这样的啊，不用紧张，哎，弄得那么拘束是吧？快乐起来，高兴起来。把这气氛搞起来！我会唱歌，我会武术，我会快板。哎，这不太好了！这样，一会采访，哎，不行，你们穿这身不行。这样，我给你们拿三套保安服，那穿上一采访多帅啊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行，我给你拿去啊！哎呀，你们想想，采访才演上。好了，先忙完了，谢谢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好嘞。哎，大哥，啊，偷我们家东西的小偷抓住没？抓住了，三个人团伙作案，知道吗？团伙太可恨了。关起来没有？关屋里了啊！我还有事儿啊！哎呀！就你们仨呀？就我们仨。向记者开整。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一杯对月情似铁。大人山飞蛾所立万丈多，嘉陵江水滚滚东流向开国。啊上这儿自杀来了你、不是、你们还演上了是不是？给他演不高兴了呢。对不起，我们还不够专业。你们挺专业的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啊，说完我骄傲。我告诉你们哈，就你们几个，我给你们拍下来啊。开路，这就开始了。开路，蹲下。咋还得蹲下呢？可能是记者个太矮了，咱就个点镜头吧。记住啊，45度角，先脸小。哦，都这么采访吗？啊，往哪看呢？啊，这儿呢。嘿，我问问你们三个哈，哎，你们咋想的？哎，这怎么说呢？哎呀，这事儿来不好意思劲儿的。那这样啊，你们仨谁丑谁先说，你们谁最丑？谁？放下放下，你们还挺自信是不是？这样，你们都属啥的？我属鼠。我属虎。我属牛。那你先说。为嘛呢？为嘛属牛的先说？子鼠丑牛啊。有道理。来，我先。站哪？我先说。我问你啊，你干这事儿的时候你是咋想的？哎呀，当时情况很危险啊，我思绪万千，想了很多。当时我就想起来那个金刚葫芦娃啊，咱仨还有蜘蛛侠。回去。你咋想的？妈呀，我忘了。中间那个咋想的？
人生能有几回搏，此时不搏何时搏，战人战人